成哥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在一起？换成蟑螂，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多嘴说过我怕蟑螂。我怎么不说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啊？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还说那么多？那是疼的，你都快把整瓶酒精洒在我手上了，你知道有多疼吗？那我心疼。哥，你到底喜欢童谣什么呀？说实话，童谣呢，长得也就一般。跟你那些能拉出去自称一个连的美女小姐姐粉丝们来说，因为她很强，哭起来也很可爱。变态。还有吗？有什么？情不知所起。一往而深。我们都不擅长被人欲言又止，用心事确认。你同意了？我觉得没问题。我是补了，但是不是对俱乐部。麻烦你们吃吧，不用等我。成哥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在一起？这世界很酷。